一早海上的运输啊，应该是要由游客自己来亲身体验过啦，要不然讲那个就在海平面上面就一颗很大的很漂亮的那个大鸡蛋那里。到绿岛参与朝日迎西与神同行海洋嘉年华活动的民众，9月7号起得比太阳还早，有些人搭船前往海上迎日出。在几位船长掌舵前行之下，从南寮渔港出发，经过龟湾、大白沙、紫坪，然后绕过帆船鼻，抵达朝日温泉的外海，与朝日迎西与神同行陆地上的妈祖四福会场遥遥相对，在海上迎日出。海浪虽然很大，云层也厚，但是不减绿岛海岸风光的美。5:38日出的时刻，阳光穿透云层，为东方洒落的一片橙黄在湛蓝的海水当中跳动。感谢几位船长的带领，让早起出海的人能够在绿岛海面上朝日迎西，与神同行。云层有点厚，所以到现在太阳还没有看到。被云层挡到了。你如何呢？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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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有看到日出，有没有失望？还好还好。下次再来。下次再来。你有晕吗？没有没有没有。强哦。看风景，看风景。我也是第一次哎。对啊，这很棒，我觉得。凌晨3点起，各宫庙也请天上圣母神尊，前往绿岛朝日温泉举办迎西祭典，妈祖热气球也登岛共襄盛举，为朝日迎西妈祖赐福的现场增添欢乐圆满的气氛。台东所在综合报道。